蒋舒婷，猪蹄。天哪，连自己名字都听不清，真没救。这是算对还是算错呢？这算对了。铁青，不是，什么东西？中文，中文，说中文。好，说中文，中文。等一下，有没有什么好的提议？啊，你不是，就打死你。那你就说爱拼才会赢吧，他肯定猜不出来。我怎么觉得在坑我呢？爱拼才会赢。Again。爱拼才会赢。你说的是中文吗？哦、oh. 。我听他口，我听他嘴巴的法语。你继续说，你再还有几次机会？还有两次。两次。再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我都已经习惯了。爱拼才会赢。爱拼才会赢。像完美女神一样的存在，而且还是一个说起潮汕话来非常有魅力的小女孩，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她的 B 站哦，应援会大家应该会刷吧，哈哈哈。